约翰一书三章二节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。身为神的儿女，能享有做神儿女的各种特权和权利。儿女本身是一无所有的，但是如果他的父亲是富有的话，那么他也是富有的。当儿女有需要的时候，他知道该去哪里支取，也就是来到父亲那里去支取。而父亲呢，就要决定是否按着儿女所要求的赐给他们，因为父亲知道也最清楚什么才是对儿女有益处的。儿女是父母所疼爱所宝贝的，一个好的父亲总是为着儿女的好处着想。我们都知道儿女有时也需要管教，但管教也是出于父母对儿女的爱。儿女的身体和生命乃在父亲的手中，在父亲的手中有赦免、帮助、善意、关怀，以及儿女所需要的一切。赞美神，我们能享有做神儿女的特权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。